主料三饮蟹450克，年糕150克，辅料菜油、盐、酱油、糖、葱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三饮蟹洗净，去鳍，掀开盖子，去鳃，切成两半。准备年糕，我这个是冷冻化开的，所以有些裂缝，用新鲜的年糕会更好的。锅中放适量的油，入三饮蟹炒，加料酒、酱油、盐、糖一起炒，加上年糕、玉年糕一起炒，适当加点水煮一下。出锅后撒上葱花装盘。烹饪技巧，一定要记得去掉蟹腮哦，腮是藏在内沟的地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